平湖市巨君车业有限公司新款儿童电动车 BRD7588 全新上市，霸气车身，等比例设计，越野感十足，一键启动式电源开关，操作方便。车车配备 LED 电子灯光，可有开关一键控制。车车配置全新 2.4G 多媒体遥控器，可控制车车多项功能。